是彰化温仔渔港。我等下等你哦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给你买给我。我下去用哦。刚进来这边就很多摊贩小吃。三尾一百一，现在价格来说，三尾一百一正常。青鱼一斤两百个哦。哦。那个我有装海水的。海水哦。一人一百要吗？一人一百要吗？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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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要装。来，这边帮忙啊！我开始养锅。来，一百一百块啊！这是火锅啊！这是谁给你？一百一百一百。没的。这个不收，还在我这。差不多了，我得。两斤两百几啊？你讲这个一斤一斤两百几？我无见见几两要几百个。还没计下面啊？一斤。一斤几多？我两斤几多？一斤。一斤多少？一斤多少？一斤多少？一百处理你，一个帮你处理你。你包你半个块钱了，多少？好吧。谢谢。你要什么？有没有喜欢的？小花要吗？男生有没有喜欢的？哦，
炖汤好吃。虾子要不要熊虾？先说的虾仁要。这一只。要不熊虾？哎，熊虾很好吃。熊虾。熊虾。对啊。一斤五百。一斤五百。那个很好吃。好吃熊虾。虾仁你要不咸要不？吃啦！你什么虾？这银虾较好吃。什么虾啊？银虾、熊虾。银虾啊，白虾嘞。这。哪哪白虾？这三百。啊，你啊拢称二啊五，我拢称一斤二啊五，我买。迄拢斤啊，迄啦，你先听啦。好无？啊，这嘛三百。这个。过一阵子胖。
来越多。在八月份，然后四边啊，水果边、日本边。八月份螃蟹比较少。下午后嘞，真远，还撤退。